他一停，一台撞一台，哦，哐哐哐哐这样子，要走的时候也是哐哐哐哐哐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这边附近的居民啊，被扰的，哇，我们又要上水投诉，啊，他们老大作风讲一讲就不管我们了，嗯，甚至于嘉北那边都有时候临近的都还听得到这个火车在跑的声音了、啊，所以说。我们希望说啊，有关单位哦，能一个来替我们主持公道，哦，让我们有回归一个宁静的，哦，你今天如果说像这个运输的，哦，你是说我们那个就是运输工具，不是，他这个是盈利单位啊，哦，啊，但如果今天大众运输，我们不会去。说什么？可是你盈利单位，你不能你们赚钱，我们来受害，那没有道理吧？哦，所以说今天啊，我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，我们的议员啊，哦，感谢议员替我们出一口气一下，让我们有一个临近的这个社区。再来就是该过去火车翻车，你该赔的。你就是要赔，不是空口说白话，哦，一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说，他们并没有赔给人家，这一晃就好几年了，那不是多钱嘛，这是少额的部分啊，哦，啊，你就赔给他那个农作物，好好的被你们这样屁股拍拍就走了，哦，我还没有讲啊，当初他们那个水泥啊，就是用怪手这样冲走啊。不是拿起来啊，大部分都是水就冲下去，这样子也不对吧？哦，所以说我们村民都已经很配合了，已经很配合你们哦台铁了。可是你们台铁为什么不让我们一点呢？我们都让你很多了，你为什么要不让我们一点点呢？最起码你要给我们一个临近。那开会的时候说7:30。你们6点就在跑了，因为我们越火啊，是不是啊？没有讲，哦，他们就越跑。还有5点多的，5:50，我有碰过，是叫他们说啊，你行车记录器给我们，时间给我们，他们也不会给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请我们预座哦，来帮我们哦争取这一点。让我们有一个临近的社区。